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收睇我哋呢个特辑《咏春十二首》。我系江之强，我系杨柳青，而我系唐文龙。在中国武术入边，咏春拳咧受到电影《一代宗师》同埋叶问嘅影响，令到数以百万计嘅人咧都非常之热爱呢门功夫，所以学习咏春咧就已经成为咗大家嘅热潮啦。由于中国咏春拳发展迅速，由传统嘅咏春拳至现今嘅技术接轨，古今技术互相磨合，因此衍生咗好多唔同嘅咏春拳系同埋具代表性嘅支流出嚟。据我资料搜集所在。很多現今活躍不同支流的詠春拳系都有記載他們自己的發展歷史，因此在這個特輯裡面，我們就不再打算用詠春拳的發展歷史和大家一起探討詠春拳。詠春其實是一種意念拳術，他們講求的是臨場的反應和接觸時的變化，正所謂天地萬物都有根源，詠春拳也有他們的拳種和代表手法。所以今天就由我唐文龍、楊柳青和江志強師傅和大家一起探讨和介绍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咏春十二首》。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梁朝伟饰演的叶问，他们的对白里面就提到，其实咏春拳主要分三道板斧：绑、摊、伏。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分享江志强师傅的《咏春十二首》。我们的绑手里面其实分五个类别的绑手，就是正绑手、摄绑手和抛绑手、低榜手和逼榜手的。其实第一个榜手呢就叫正榜手，就在小念头里面呢，是由基础里面呢怎样是认识我的手怎样在中线用榜手封住敌人来打的位置。那在个正榜手里面呢，其实在练和用是完全是不同的。榜手里面呢，在我的咏春里面是短距离的手来的。假设他就这样打一拳出来，譬如我这样，基本上我是不到他的，所以正榜手呢，其实在我们日常里面接触的东西，它是最实用的。第二个榜手呢，我们叫摄榜手，就是在沉桥第二节里面。而摄榜手里面呢，就是说将敌人打我们的中线里面怎样移开他。摄榜手为什么叫摄呢？就是好像一栋门，我们用一门摔底摄在个门罅里面，不让他过。而在这个门啊，在这个缝里面，我怎样找位打他？好了，他一彪马打我，我去到这个位置，其实现在他一拳打我，他没办法打我，我是不是摄死了他？那好了，我怎样在这个门罅打他？就是一去我就打他，见不见到？我这个，我现在这个中线是对着他的膊头，他一拳打出来，他都不够我快的。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说话叫做绑手不停留，翻手应紧凑。第三个绑手呢，我们叫抛绑手。抛绑手里面呢，我们叫迎，或者是封住对方的位置。第三个绑手呢，好像个浪这样抛起他。好了，他这个拳他一打我，我在这个位置，我就在这抛起他，等我下去就打他了。在这里帮他一抛，抛起他整个手这样抛起他。当他一抛起他的时候呢，他整个人的重心是被我抛起的。我们立他的时候呢，在这里一立，这个头他就会出来的。如果他这个手他封得正确，我就打了。這一下裡面呢，我們已經做到他連消打得和借力打力。那這個拋綁手，我們將敵人的手先將他的重心抬起，然後回來就叫升和降。那在這個綁手裡面呢，他的手來我是迎他的，就不是等他過來了，把他一打我就力，我迎他了。到第四個綁手就是低綁手。通常來說呢，他低綁手呢，他一拳他打來這個綁手。在我自己去實踐和我外面交流裡面呢，這個綁手呢，我覺得是不是那麼理想的。為什麼？因為他這個拳我打他的時候，他綁手，我是會繼續打他的。低綁手呢，將他敵人的手封住在中線上面，令他這手過不到來。绑手呢，如果 在沉桥里面呢，你跟着导师里面，如果他没有正式去说给你的解释的里面呢，你是不会是当得一个绑手。因为我们的手一绑完他们的绑完的时候，个个都是这个绑手。但是你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一摊的时候呢是向前的，是这下就是逼了。那在这个手里面，任何譬如这个手下去，他一锤打过来，我就要逼住他，这个就是逼绑手，就是逼住他不让他出。
所以呢食前面四个榜首里面呢我哋产生嘅用嗰阵时呢其实个壁字都可以摆落个榜首里面嘅。喺我哋所讲嘅榜首有五十期係只係得一个榜首嘅啫。其实攀首里面呢喺我哋命中里面呢係仲占咗一个好重要的一环嘅。喺我嘅研究里面呢就係、是一個自己很自發性的東西的在我們命春裡面是非常多時間去應用的我們攤手裡面是有分接、射和吞攤手裡面呢其實我們最講究就是攤手就是講這個爭節、yes. 啊、就不是說個手拿出來就是而是我們出來的時候呢我們講的目標攤手由手指出但是我們真正主宰的就是這個爭步就在這裡爭步了所以攤手呢在我們命春裡面呢在綁攤伏沙馬呢它是排第二的那這個手法裡面呢我們叫陰手所以攤手裡面呢是可以千變萬化的如果我們由第一、二、三講到伏手裡面呢就剛剛呢就我們去應回青青剛才開始、我們開場的時候介紹我們有三道板斧綁攤伏其實這個伏手你看到是這樣 的那為什麼伏手要這樣伏呢哦、原來它是有分的為什麼呢這個我們叫扣是的這個叫搭搭住它搭甚至有些出來很輕我們叫摸當它一打來我一攤它打來我一搭那呢我們的詠春裡面就叫做一節一搭是的也都是叫做陰陽互動其實疾手裏面咧，我哋嘅手型咧都好似伏手裏面。點解由伏手去演變一個疾手呢我哋主要就係話去借佢嘅力。好啦，當我打佢呢個手，我呢隻手，我一逼入去，佢一攤我，係啦，佢大力，我引佢啲力，佢撞我呢隻手。嗱，我一窒佢，見唔見到成個人出嚟，我就打噶。咁喺呢個疾手裏面咧，我哋叫吞吐嘅手。喺疾手裏面咧，我哋就係最主要咧，就係攞佢個力角，我打佢。他一隨過來啪一手我就去這個手再來砰一幕啪一聲打他在這個手法裡面如果在疾手裡面來講我們叫吞三分吐三尺在疾手裡面是要包含去練習一個功法叫疾勁標手呢標手其實呢有包含有三幾個手法在這裡例如他一拳打來這叫穿橋再打來穿手這些我們都是叫做標手的有很多熱愛命中的愛好者裡面呢都覺得我們的標子裡面呢是一個套路或者是一個心法其實我們的詠春的標子呢 在我們的南派功夫呢是相當重要的一個位置來的因為我們練詠春裡面呢是練拳、掌、指、掌、搏我們詠春這五個元素其實標子是最難練的圈手的威力呢、我首先就講大家都學過小鏈頭啦熒光幕的觀眾裡面呢如果是對詠春有興趣去看小鏈頭裡面呢圈手呢在我們詠春的拳套裡面呢是重複去練的根據我們葉問宗師裡面呢在我們的詠春拳我們的拳系裡面的詠春拳就算他怎樣改革都好怎樣進步都他離不開這個圈手其實詠春我們這個圈手裡面呢我們就是叫做偷溜手同埋呢我們這個手法去變化裡面呢怎樣轉呢都是由這個圈手去變化出來例如譬如我現在譬如我打他的手他接我這個手我是沒辦法走那大家看著我怎樣去做我一走我就來了看到我一走我一轉這隻手我就來了一見第一圈這些手或者他這些拳我一打他他立我手了我已經走了所以我跟你說我們的圈手我們的圈手呢在我們詠春裡面的說呢是不管是拳
木人桩、棍、刀都離唔開呢個圈手嘅概念嘅。喺我哋咏春拿手裏面嘅個意思裏面咧，就好簡單，就係唔俾你過。有好多人練習咏春裏面咧，就等手，拿手係唔等你嘅。譬如佢打嚟，我就喺度拿。好啦，呢個手法裏面咧係非常被動。譬如佢打嚟，我唔會俾佢出噶，明唔明啊？佢再打嚟，我喺呢個位置我就嚟噶啦。所以攔手的威力裏面咧，係在乎於掌握嗰個時間。佢一出嚟，我哋就封住佢。所以咧，我哋攔手裏面咧，喺不如喺黐手喺應用裏面，喺埋身近攻裏面咧，攔手係相當重要嘅一環。其實我哋詠春裏面嘅枕手裏面咧，係有直。同埋橫嘅，其實總括嚟講咧，我哋嘅枕手裏面咧就係橫破直。譬如我哋嘅手法係永遠都係直來直消嘅。譬如佢直嚟一突嚟，我隻手喺呢個位，但係佢一飆埋一過嚟，我認為好強勢嘅手咧，我哋就會喺橫破直。但係我哋呢個枕手裏面咧，我哋唔係淨係消佢嘅，我哋嘅手法，我哋嘅枕手裏面咧係有生死門嘅。何為生死門？佢喺呢度冚住打我，好喺呢度，其實一手攬住打我。好，再枕我，好啦，我毫无动作，好转正身，喺呢拳就打我。所以我同你讲，喺枕手里面做得好，三路任我哋中横。讲到耕手里面咧，我哋连接翻前面咧，枕手、耕手、枕手、耕手系唔分家。而喺耕手裏面咧，就係話佢一打埋嚟，我隻手喺下邊，我點借助地心吸力，隻手升上嚟而落去，呢個就係耕手。同埋耕手係有直耕手，亦都係橫耕手嘅。喺呢個手裏面咧，人哋唔會擺隻手俾你耕嘅，而係譬如佢衝埋嚟嗰陣時候，我點樣起動？譬如佢衝埋，我點樣起手？點樣去做？點樣做？呢個耕手係點樣做？同埋佢呢個位置。譬如一拳佢打嚟，如果我咁样耕，佢系入咗我嘅，系啦，打嚟，我耕呢个手，我系转身去耕佢嘅，明唔明啊？佢譬如一拳再打嚟，我喺呢我呢度走噶啦，所以咧耕手里面咧，亦都系讲求我哋嘅步伐去破佢，所以喺耕手里面咧，虽然系下路走，亦都系可以上可以一落嘅。捆手里面咧，其实咧系两个手法结合一个手法，绑手同埋摊手。講到捆手裏面咧，個捆字裏面咧，如果喺廣東話裏面，基本上邊就係綁住你。當我呢個手，我喺度一打佢，佢一立，嗱，我呢個捆手。咁點解我哋話可以綁住對方嘅手？其實當應用呢個捆手嗰陣時咧，就係我哋雙手係俾人控制到，或者雙手俾人捉住。而點樣用呢個捆手裏面咧去化解佢？甚至我哋有陣時個捆手撞到一啲力度比較大嘅人，佢埋嚟攬我。我喺度都係捆住佢，所以咧呢個手法裏面咧，好似成個揾條繩綁住佢咁樣，我哋就叫佢做捆手。詠春十二手裏面咧，拍手其實點咧？其實拍手裏面咧，你只係你覺得佢咧好平凡，其實你成日接觸佢啦。例如小點頭裏面一拍，我哋打掌啦，打鏟掌嗰陣時候，點解都要拍手咧？其實拍手裏面咧，喺我哋詠春裏面咧，我哋講消手係最快嘅。一拍佢就過門或者移位，對方打埋嚟嘅攻勢就會俾我哋移開。但係拍手長期去用，譬如我而家我打佢拍手，嚇、好啦，再拍手，再拍手 ，OK， 好啦，佢做咗三下拍手，但係我同你講佢好似好搶、好主動去拍我隻手，但係佢冇打到我一下。相反，我每一下佢拍手之前，我都去打佢。所以喺拍手裏面咧，拍手係消手最快。但是是消極的手法，怎樣由消極轉到積極，就是拍打了。當他這個手我不他一拍他手拍我拍拍這手就打他，有時候他手他給我拍先拍拍這手我就打他的，見不見到他一拍一拍他手，甚至他在這個手法裡面他的手他內門拍手拍拍他手我都打他，是不是他的手立我拍他手我就打他，見不見到？所以呢
拍手裏面咧，睇下視乎你點樣用，千變萬化。立手如果搬去我哋嘅北方嘅方言裏面，就係擒拿。不過我哋詠春裏面咧，我哋擒而不拿。立手裏面咧，其實我哋咧就唔會話睇住佢嘅手去嚟立嘅。我哋係打裏面立，立裏面打。大家我哋佢練過拳臂，黐過手都知道。大家只要速度一快咧，基本上你捉我唔到嘅。係啦，咁點樣去做咧？我哋其實有手法裏面咧，我哋就叫封身啦。譬如而家你埋打我啦，我立個手就打你啦，我立個手打你。但係如果你拳你立，嗱一立你拳係咪打我啊？呢手係咪打我啊？係咪啊？所以你一埋嚟，我立一立隻手去封住嚟打。大家黐手裏面嘅手，嗱佢立，嗱我立翻佢，我唔一立啊，一鎖住佢打佢。所以在立手裏面，在我們詠春裏面是主動搶攻的走法的。各位，今次我呢个特辑《咏春十二首》介绍咗咁多咏春嘅手法，青青啊，你今次参与咁多啊，有冇啲咩感想？我头先见到师傅咧嘅示范又快啦又准，我谂咧我哋都要下好多嘅功夫咧先可以练得好。师傅，你有冇啲咩提点啊？我哋咧？其实咧，冇乜提点啊，都系四个字，百练自得啦。咁其实咧，我就首先就借呢段嘅时间里面咧，我多谢文龙啦、青青啦。同埋阿欣啦，同埋嘉樂咧，係配合我咧，好成功完成呢次嘅拍攝。其實咧，我哋詠春拳裏面咧，每一個師傅都有唔同嘅心法嘅。而我哋拍呢個十二首咧，只係將我哋嘅心得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俾多啲意見我哋。多謝各位。